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指甲油怎么涂。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指甲的模型，然后呢，我们在涂指甲之前，先在我们的指甲表层涂一层薄薄的底。然后呢，用我们的指甲油从我们的指甲中间部分，然后往指尖刷一条长长的线，紧接着我们再将指甲没有涂到的地方用长条状涂满。然后我们等待它的风干，最后呢，我们再涂上一层薄薄的指甲油，然后加强它的颜色。注意哦，不要涂在我们的皮肤上，要是涂到了，我们可以用修饰笔给它擦掉。以上呢，就是指甲油的具体涂法。